子大跳电音舞曲，台味十足，潮热气氛。南部非洲台湾同乡会日前举办第三届台湾嘉年华园游会，吸引4000多名侨胞参与。现场活动丰富，有原住民传统舞蹈及非洲舞表演，还举办卡拉 OK 比赛，热闹非凡。各个摊位也确实把我们台湾的特点展现出来，那么有台湾的美食、台湾的文化、台湾的舞蹈、台湾的歌唱、台湾特有的一些文化，都在今天能够让我们的外国朋友一起让我跟我们欣赏、跟我们分享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交流的机会。我希望像这种的活动会越来越多，也希望我们的侨胞朋友能够大家踊跃支持。园游会摊位琳琅满目，其中美食摊位特别吸引人，几乎都是大排长龙。侨胞们都想借由家乡美食一解乡愁，外国朋友透过品尝美食也更了解台湾饮食文化。南部非洲台湾同乡会会长表示，举办嘉年华是为了凝聚侨胞的心，也期盼透过园游会展示特色文化，让更多人认识台湾。